好啊，走吧。拍旧照。嗯。口罩都遮好。嗯，很好啊。感觉太阳出来，现在又没我的也被跌到了。走出去再穿吧。要走过去再穿吗？我要拍几个了。嘿，你看这个人，去学到一点比较好穿吧。哎，松了。好了吗？用冲的。
怖哎、欸！我们的上半身都是雪、欸，你上半身都是，我上半身我算了。总之，他在准备开战吗？你说什么？他们在准备开吗？开什么？旁边这个、啊。有可能啊，但是上面都没有挂、啊，我觉得只是例行吧。从头开始也很累。对啊。看不到路。好啦，上半场休息过一次，下一次就是吃饭。要去，本来是觉得是说什么要吃顿好的什么。有声音呢、欸。你把盖子掀开了，你用什么东西把它掀开？脚。你用脚。对啊。滑过字吗？不，我们一上去就一直往那边切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应该滑这边、嗯。也是热身。好好好，那怎么现在还没有那种滑到满身大汗感觉过？那也要太阳晒，一来太阳晒，二来又一直出力滑的话才会。扛什么？有时候真的要再去，然后背包太重了，怎么办？背包？对啊，背16公斤，我肩膀要痛几天呐、啊哦！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比前一天更痛。哦。捏起来真的是痛，我一定要赶快泡，一直泡。我是受益于我的这个蓬蓬雪衣。但是重是事实啊。对，是重，但是我这个就没有勒那么紧。因为还有我可能还背我的皮包，我左边其实也没有痛。我痛的是右，因为皮包是右上斜到左下，所以要两一起，然后又很重，所以应该要试着不要有皮包。对啊，不要有皮包哦。但是就你箱子，如果我们不买名产，我可以带什么东西放在你那？你说什么、欸？我说你要放什么？筋膜枪啊。还是谁塞的、啊？对啊，我说筋膜枪放你那，然后我就想办法把皮包塞进箱子，少一个背的，不然真的是我的肩膀痛死了。然后想到要去就觉得，还要在那搭车，而且到底我们坐的那个新干线带大行李 OK 吗 ？OK， 一直都 OK。那个转贴的一直都是在讲那另外一条。请老天帮我们决定要不要去吧。我觉得就是这样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还订得到，那不就表示真的是没有人要买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两个全部都一起加起来，就是交通也是啊，也是没人买。一交通没人买，二住宿没人买，那安全度就上升了。之后的问题就是在于那个吃晚饭、而且我们还要买早餐的料过去啊。早餐还好解决，托拉亚奇蜂蜜蛋糕的时候还买。我忘了我们今年初的那一个，我们到底带了什么？就是东罗烧啊，蜂蜜蛋糕啊。我是说你在哪里买的？在东林车站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东北角那边。日本桥、啊、你看大家也是努力往右推啊，不对哦，我们也要
小推，接着。我们要往右吗？我们不是要往左吗？没有左，左有左吗？左就是这个直下。不是吧？你看那边那两个人影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一次地图吧。我记得是往右，往右绕道。奇怪，那里不是有一片白白的路吗？这里都没有压过、啊。左边，左边。哦，那我们就跟那条路就好了。对啊，不是就往那边吗？嗯，反正看个地图吧。应该是个轻松的路。我们都看不到。绿线、红线。我们都看不到。哎呀。啊？看这个就可以了。我的水在外面还是里面？外面了。不对，那个绿线，那个绿线，怎么觉得怪怪的？你说的那个虚线，你说的那个虚线会拉到很左边。会拉到很左边啊！理论上从这里小小路过去是可以到 village 的 ，village 的。是吗？感觉这里都不能走，那没有，是这一块不能走，但是上面所谓的切过去就是走这上面，但是这个图它没有标个绿线，看不出来。但是既然 Tanning 他们都过去了，表示他们一定是这样过去的，因为这是比拉夫目前有开最高的一条路，隔壁也都没开，所以现在是我们这个雪场能到的最高点。那这样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照这个走的话，就是先滑这个，接着走 Santa， 接着要再回来。那就是刚直下，没压雪的红线。是啊。对。会不会很危险？我不知道啊。对，他再推一段，然后走 center。没有哦，这个迂回路他也会要推。好累哦。对了。先走安全的吧。安全的是什么？安全的先绿再红，走 center course。希望动得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他笑，不是我笑。是他，不是我。我什么都没有。真的啊，我以为是他。干嘛打我？就觉得人家干嘛？那个粉红衣服笑的。我也知道你啊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回去再看录影，笑死。我笑哈哈哈。就是那个女的。女的，我有听到她的声音，我就盯着看，我都看傻了，我还是发出笑声。动不了啊。因为他们昨天也滑过了，接着他们前山能逛那边当然逛啊，应该吧。
好啊。雪道是那边的，树后面要走这边吗？橘橘的，橘橘的就是那里不行吧？深塔吗？其实这里好像不是深塔，还是这里就是深塔？那个下去就是深塔，那橘橘哪里橘的？那个棒棒。那个有个洞。对啊，所以那要滑怎么滑？那现在怎么下去？对啊，右边有路啊。但是要爬上去，也不能这样看过去，应该都松雪。就是还是看那一堆人盯着那里看，先过去看看好了。啊，你要我在我前面吗？那你去看吧，我在后面。啊，过得去了，过得去。灯塔啦，就是我有时候滑雪会有点头昏，会有点晕，就滑了，就滑了，小冷啊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刚刚有看掉下去一滑。啊，是哦，也还好。接下来是否要猛冲呢？好冰哦，我的下巴。嗯。下巴，至少我遮不到我的下巴。因为你没遮到啊。真的。你先把你的头盔的带子解开，然后接着再把你的脖围拉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再拉再拉。而且你只要遮下巴就好了，只要超过那条线就可以了，不要盖到口罩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下巴要冻僵了。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脖围就消失了，我一开始就躺好，糟了，糟了。
刚叮咚两声，所以我就停下来看一下。前面往左靠，加速下去，我们就接回去。那边是我们的下缆车的地方。对，下去，接回去哪里？就接这边，你看那边啊，那都一直往这边推啊。我们刚出来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就可以接回去了。还要再上去吗？你要吗？这一段。就好，那就坐这个缆车哦。好。稍微要排队。小排而已啊。你记得要加速进去，进那个门啊。你多少？
是空一下，就。人死完。那你中午要这间，我们也没有看这间有卖什么吃的。那你中午要吃哪间？这间会不会算人比较多？哪一间人？我昨天要去看那个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的。我怕人多，就有一点多，就是我看到我们旅馆下面一家有一家成吉思汗，但是要怎么去呢？跑到最低哦，不要，还是要吃他们旅馆。但是旅馆的那个样子看起来就不像有对外营业。旅馆，我说他们旅馆。他们旅馆的 OK 啊，可能稍贵，但人会比较少。可能不会，因为那个。他就在缆车站跑。是啊。嗯。有啊，昨天那个有东西也吃啊，就一般般，什么咖喱饭什么的，咖喱饭拉面啊，也可以吃上面，反正我们终有一天会吃到它。哪一家是上面？就是刚刚坐缆车旁边的那一家。就上厕所那一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就看你觉得嘞，都 OK 啊。我就说这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差别。我觉得你要不要附近不要坐到外婆人家好了。外婆人家哇啦哇啦哇啦的，讨厌。我现在下，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下巴都有罩住了，我现在感觉好像很好。对啊。昨天是冻僵脸颊，今天是冻僵下巴。走这里下吗？就是现在有滑板在滑的那一块。好啊，看这可以走它右边吧。什么叫右边？下来方向的右边，不用一定要滑到树里面去吧？不用，你可以。其实这个是起始的路线，我有点搞不太清楚。你说其实它就是从树的旁边随便，然后就下去了这样。类似吧，我看一下那一个。不过刚的图好像不是、欸，它好像是缆车。你看，又有一个红色的人来的方向。对，是应该是这边来，不是那边来。嗯，那边的话是那个。但是刚刚缆车再下来，感觉不知道从哪里就下到这里来。嗯，现在就在看了、啊。哇，出太阳了，出太阳了。因为雪是不是变小了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小一点了。嗯。你的镜头有点湿哎、欸，现在吗？不是镜头，是镜头上有水，要不要把它擦掉？下面镜头下面镜头的，不是机，对，下面没什么问题啊，下面。那我嘞？你也是湿的。上面，正上方，融化的雪。对啊，因为出太阳了，赶快吧。赶快进来这里。我的左，你中午再帮我加强一下防护好吗？我的左边、左上都很雾。哦。我觉得你脚胶没有擦到、欸。我没有带出，在我背包里吧。你就昨天说的、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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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就在背包里吧。对啊，人不好。
这样下来，就正下，对不对？就下来。就这是也是个路线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被跳乱七八糟，可能不会跳，但是、啊、还好现在视线比较好，我也看得清楚。就是转的时候要注意那个雪雪铲的那个感觉，右边也有，左边也有，右边比较宽，走右边。下车以后走右边。是啊。还是从那？你确定这是路吗？是啊。好像是，哎呀，那好像是飞鸭血。对啊，这个红就是飞鸭。然后先试着。你要切到镜子的附近吗？对啊。你确定这边有比较宽吗？现在看起来没有，柱子下也有。你要从柱子下切还是柱子上切？柱子上感觉像一路就可以横过去。对啊对啊，先试简单的嘛，就很害怕的。因为这趟就好了。也有可能。好像很轻松啊，很松，很轻松的感觉。会吗？我觉得我会扑倒在里面。我们只要不要被岔到什么就好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判断的能力。怎样？这样岔进去？你要叫我？那你叫我后面好。好好好，你先下。因为我觉得我怎么知道？哦，好深哦。棒棒都戳不住那个，很软啊。对啊，我这个反而抖了，真糟糕。接着走右边，右边那个比较缓的区域，
右前方那条路，对。自导。在干嘛？翻身。你走前面啊，这里安全的啦。其实可以的。你不要看接近雪板那哦，你尽量看山下那边，不要管脚下。你要先啊，你到白色那个地方，白色的人的地方，要那么远。我的脚被埋住了。不会，其实一滑就滑走了。尽量不要用棒棒推，尽量用脚的感觉去推。就要一直下去啊，其实可以很快的。还是来拍一张。你这个方向站比较轻松，还是反过来比较轻松？就是你的左脚比较累，还是右脚比较累？如果你现在站很轻松的话，那就是站这个方向。那要是你左脚站累了，你可以翻个，转个方向，改用右脚站。
啊？都酸。都酸。哦，卡到，后面卡到。让拍一张呢，对我们滑下来。往上。现在有太阳，赶快。是吗？那你拍掉。帮你拍啊。帮我拍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帮你拍一张滑下来。哦。这样啊，听不懂啊。嗯，太阳角度好，很好。好，那我呢？我往下拍啊，然后等一下再交换啊。我用手拿，用手拿，用手套拿。我知道啊。你看，你还不是用手套拿？我的左手一定要这样啊。没办法，就这样。什么是这么大？什么啊？你要我下去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刚刚是不小心那个。直拍就可以了吧？好。然后你要下去帮我往上拍啊，所以先放你那。不是吗？是，但是我不大能下。可以先放好吗？正在放啊。你手摸那么多脏东西，然后最后摸我手机，那不然我怎么办嘛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提醒你啊。没办法啦。可以的话，希望你不要这样。但是没有办法啦。给我换，我帮你。啊？哦，好啊。不是吗？不是的。那你现在要怎么拍？单手啊。就很好，很不好搞啊。你手套要戴起来吗？好啊。怎样？不要动，我就在，我一直在往你后面动，你还要去挡我要拍的东西。我搞不懂你的角度啊！我要拍到后面啊，然后你又一直还后退去挡我。这样，看，提高，帮我拍的东西，你帮我拍的死掉。我还是看起来有好黑。人怎样？好黑。啊，我好像缩得太变广角了吧？脚可以，你可以站住的，不要怕。哦、
脚被雪有点卡住，吓死人。所以这时候也要压低吗？你压低的话会很稳啊。你说什么？怎样？那我先下了，河流注意就没了。脚酸哈，要休息一下吗？好，走了。跳跳，加速，加速！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加速！
要滑哪边？天林他们哦。信义房屋哎。好像也太突然了，要有什么方法呢？那就腰牌上去。还是嗯？好，再滑一次，再上去一次就可以滑下去吃饭了。一路坠下去就吃饭了，这样要不要？好，有办法加速吗？那边也要排队，目标冲上去。就摸啊！他摸你就不要摸我手机啊，就不要拍，不要拍就好了。停下来，总是没事。
沉沉的声音。花灯好烂哦，我觉得我花灯很烂。对，我就说年后回来。再一次这个吗？还是你要画右边那一个红线？那个是，那不是我们这边吧？是，就是往右会小推一点点，接着就从这边下来。觉得嘞，或者是画这个都可以。刚刚这边下来的吗？啊？我们刚不是这边下来的、啊？刚就是这边下来的、啊。然后左边，左边下来。这里没有滑到。没有要滑对啊。这很乱。一样，跟我们那边差不多。对，左边、右边。嗯，为了要训练勇气，应该是要刚刚的。好，要不要训练勇气？嗯，是还好，其实是习惯那个雪啊，就是我们可能还不大能判断说那个雪有多重，就是积起来的雪的重量啊。嗯，过得了跟过不了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这边看起来都是过得了的，对，都很轻。但是上一次志贺的经验是，那边很重，就有点转不过来。而且我已经忘记我上次那个看小朋友学习的那一招，刚过坡转板子，刚过坡转板子。没有，这没那么陡啊，要陡一点才会用到那个。这边就是直接转就好了。嗯，在左边。你现在看会不会觉得那边几乎没有积起来的感觉？缓缓的。对啊，没有积起来的感觉。我是说没有很深的感觉。这边的话就是很深的感觉。摸一下，就是要摸一下。我看到有八的也都滑这里了，我刚看到一个。对啊。我也啊，我们没有。不会再去口琴寮，我想再去一次口琴寮。那次我们搞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山的那个地方，看看现在去会怎么样。嗯，那里的状况跟这里差不多啊，只是那里也比较重。每个人就插倒在地上，搞很久。这是从左边下，从哪边上旁边这样下？好、哦。哦，你说下缆车往刚刚往右边下，现在往左边下，都一样。越往右边还是横过来靠左边。对啊，直接走边。因为他那个直接下来，感觉很松很松，算了。他是小朋友哦。教练就硬要带来滑一次这样，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滑过这了。感觉都一样，左边右边下都一样。
又看不到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视觉上的问题啊，视觉上的问题。就是这样啊，看到没？跟刚看其实下法一样，但从这里下的精神威胁度比较高。你先下啊，两下就去那里。进去出不来了，糟糕了，是。什么都没有啊！我故意让它弹起来啊！看起来的样子，就是很轻松的摔下来。很舒服啊！我有勇敢的，但是控制不好，我会冲到里面。你就进去又出来这样。那个啊，要踩几下才行啊？因为我现在的左脚鞋底一定有很多东西啊。你看一下。一定的啦，不用看。右脚要稳，我才有办法做左脚的事情。就是说。不是左脚的话，用左脚踩，已经有个位置了。因为这样子右脚一个整个都很稳，所以我要做什么事都可以。我现在太阳不见了，我都看不清楚。老板娘，我都看得清楚。我也不知道我刚发生什么事。我就看着你踩脚，我看你怎么样。啊？踩脚？你整个脚这样踩起来，脚上就是我觉得有点怕血板卡住还是怎样。对啊，好深哦，这里其实。对啊，很深。要是没有血板的话，我们脚都陷进去了。其实我要踩的是前面。好的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整个屁股坐下去，就变成一个座位了。我已经好了，这一脚好了，我完全好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是说，
我去到第二个黄柱子，你先休息了。I'll be on the split! Alright.